行政院推出振兴五倍券，将在十月上旬发行。各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加码活动，振兴地方产业。桃园就推出200换400元好事券，而新北推出最高5000换10000，也倾向将面额变小。行政院推出振兴五倍券，预计十月上旬上路。桃园推出加码活动好事券3.0，搭配中央振兴券，以200元振兴券加倍换成400元好事券，最小面额100元。而针对数位振兴券部分，也规划结合市民卡绑定数位振兴券，在桃园消费满5000元再抽1000元加码金。好事券会以发行哦，这个200块的振兴券换400元，那每张100元的桃园好事券，金额放大1倍，那面额缩小。新北加码最高可5000换10000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，加码最小面额是50元，要让阿公阿嬷去菜市场买菜时不用找钱好用。就单单采取用加倍的方式，1000换2000。5000换10000，我们会有31万份。同时，我们使用的面额会有50块的小面额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呼吁，中央五倍券还没下版印刷，应将最小面额200元改成更小。另外，嘉义市加码普发2000元现金，基于共同生活圈，嘉义县议会也审查通过，要求跟进。县长翁章良表示，财政困难，但会提出优惠加码振兴方案。嘉义市是零负债，我们是负债151亿哦。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可以体谅，那实际上确实有困难啊。一个便当不超过100块，一杯饮料也不过几十块，可是如果最小面额是200块的话，那不利啊小摊商小商家。搭配中央振兴方案，各地方政府纷纷加码，就是希望带动地方产业尽快复苏，也倾向将面额变小，带动小吃店、商店、商圈等庶民经济。但成效如何，都还有待后续观察。记者詹淑云综合报道。